就是想给大家看我打过了，结果我过的那一瞬间断网了。就差那么一丢丢，哥们儿啊，心太渣了。你让让我会怎么样？跪下！哇，好气，他还叫我跪下。我留着下桥，这是大爷吗？我刚才网络断了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哭。我就刚才这一把我就过了，然后他就这一把给我把网给断了，莫名其妙的刚才网就断了，然后那一把我过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庆祝完，说了好多垃圾话，然后我就看弹幕怎么没有反应，怎么也没有人送礼花筒什么的，我就切出来看，我就发现我断网了。我打了一两个小时，我就是想给大家看我打过了，结果我过的那一瞬间断网了。为什么？谁能告诉我是为了什么？万一晚上就那一个瞬间他给我把网断了，我真的很想哭，真的觉得很委屈。我打了这么久的人，我刚刚修半天，然后他现在又好了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他突然他就好了。我其实也什么都没有修，我就是重新起了两遍机，然后他又好了。他要坏，他不如整个机子都坏了，他好给我一个交代。他刚才到底坏到哪儿了？那他为什么不在前一把的时候高温？为什么不在前一把的时候高温？为什么在我过他的那一把给我高温，给我断网呢？我过是过了，但是我也没存档，我直接就重启了。我现在不知道游戏上是什么情况。我宁愿他没过，我还能打一把。你知道有多憋屈吗？这种感觉。而且你不知道刚刚那一把有多刺激，我跟他我血条都看不见了，他就这么点血，我直接就是失血，一点药都没有，一颗药都没有，一点蓝都没有，然后把他反杀了。我反杀我第一句我说的就是看看谁是真正的大心脏，我说怎么样，牛不牛逼，然后鸦雀无声。我以为你们被我震撼到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上去看看啊，我真的要被气死了。我宁愿不过，我希望上去的之后虎哥还站在那里等我，就跟往常一样扣一复活我的虎哥，我觉得他是不在了的。哎，有机会，哥们儿。我今天不干死你，我今天我就不睡觉了，你等着。你还好你是在这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接下来三遍不过，我把显示器吃了。不过就跪下。等一下，姿势不对。
舒服了，喵，记得三连哦。